今日有咩股可以同大家讲下咧？讲两句咧，咁就系呢个啦吓，丽珠益医药冷门少少啊，但系咧，点解会同大家讲咧？即系潜力股咁，因为佢又好似有啲潜力喎，喺个形态上一睇睇到啦，一个底，两个底，双底喎啊，真系，而且咧仲穿埋咧就五十天线。就向咧就一百天線進發，穿咗五十天線啦。咁成交咧就算係多咗少少，比之前啦，唔算好爆。但係呢下咧就爆㗎，呢下爆咧應該同佢回購有關係啦。咁佢公司就回購翻啲股份，咁佢自己咧就形成個雙底。咁啊，雖然形成雙底，但係未突破雙底。咁啊，如果突破埋呢個雙底頸線27.4咧，咁啊個形勢就準備轉好啦。所以如果咧，都認同呢只股有啲潛力嘅，可以等佢回一回先啦嚇，考驗翻咧啲重要嘅支持位啦，包括咧就五十天線附近水平啊，咁就以至二十天線都喺26蚊到啊，26蚊到回一回啲位咧，其實可以諗一諗噶，咁啊用翻呢兩條線作為一個指示位嘅參考，就博佢咧考驗完呢個20天同50天線支持之後咧，支持之後咧。掉头再升，能够升穿埋呢条颈线咧，咁咧就环境咧就好啦。所以潜力所在就系双底。